2枚，一朵一个钱，哇！你喜欢？哎，这是三毛钱哦。警察，左车，50块。你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你自己要卖什么，你也没有预计过你今天卖多少个。At least all。Hi everybody， 现在下午的2:40，这个是一个24小时的挑战，我们要从13开始，要10变成100块，看我们最后可不可以得到100块。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这个啊，对对对 ，OK。OK 好烂、哦、如果我没有在我跟你讲 OK 如果没有在今天里面赚到100块的话，我就要跳这个舞。 OK 我们先去吃饭，因为我的 cameraman 赶起床，现在是3点。 Anyways let's go。 可是我有惊喜要给你哦，噔噔，这是一个挑战，小小的挑战、就是、多小有多来的什么来的不好说，那里面是有两张安全牌啦，然后我有时候会不定时拿这个东西出来给你抽，然后你就看下你幸不幸运啦。这样我后悔啊，我想说如果没有达到100块，加油，你要现在抽吗？其实也有、no! 我们出发吧，这样子看不出来雨很大呢。对，雨太大了。刚刚我们只是报了那边5分钟而已，然后就被警察左车50块，50块，我只是真的要开车，而且还下雨现在，然后我还要做这种什么10块挑战，那什么叫做出师不利啊？可是我真的很兴奋，在这个挑战里，我只有实现一台手机一辆车。挑战开始，到底能不能赚100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第一站 Taylor 大学。很美耶，光线很美，我们就来了 Taylor's 大学，现在要去借一点地书，因为我打算用地书做一点玫瑰花出来开麦。好嘞，我们好像来宣传 Taylor 家用功，那我就在里面借好地书。Yeah. 现在怎样搞？做一点玫瑰花。你每次把男生 topic 什么？所以脑要走哦。现在我们就要做一点玫瑰花，刚拿出去卖，真的会有人买吗？是 anyway， 我们先做。这个是它的玫瑰花下面的那个斑。斑？金金啊啊，金啊！我也是不是很会做，我只是懂要怎样卖出去而已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疯狂手工制品时间。看到这个普通的纸巾吗？别小瞧它，经过我神奇的手法，它将变身成为一个玫瑰花，差不多了哦，哈哈哈。要得另一个扁嘴，就怎样这样不知道怎样搞。到底谁要买啊？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。不如我们换一个挑战呢？我跟你讲一个笑话，如果好笑的话，你给我1块钱。估计同时在画画算了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有的话已经画了，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现在继续美化下这朵玫瑰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咬破手指，用鲜血来上色，怎么样？真红玫瑰。导演，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在一朵花，可以卖了，可是你不要动它了，一动它就散掉。去找人寄塞了分这就好了嘛。不用，凉不用，你要卖给人家还不能固定。我有点恼，我突然觉得你。所以你觉得我现在要做6朵，还是我要去讲冷笑话？这其实我两个都可以做啊。对，我这样想啊你。现在已经5点了，我做一朵做了半个小时。我是没有感情的机器，不停的卷卷卷，包包包。跟你讲一件事实，2件80。in 24 hours and I will sell this for 1 ringgit. Are you willing to buy? Okay, thank you. 如果讲英文，我讲不到冷笑话给他。卫生纸要钱 ，unbelievable。最后还是支持了我。Challenge like I need to earn 100 ringgit in one day for flower. Do you want to buy? It's 1 ringgit. It's fine if you don't want. 可以卖吗？哦，你讲华语啊？哇，哦，更好，就是卖花赚1块钱。另外一个就是讲一个冷笑话，如果你觉得很冷的话，你要给我1块钱。OK， 好，哪一件事？2件大事。从前有一对眼睛，然后有一个叫玛丽，另外一个叫什么？梦露，因为玛丽莲梦露。有吗？有吗？可以有到1块吗？现代有钱人靠什么吃饭？有钱人靠吃饭的。
谢谢你结束陪伴。拜。我们做五朵。欸、OK。两。Thank you. Just fine. Yeah. For your presentation, please. Yeah. For Simon. 讲片话都不眨眼的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So Anna. No, I thought you were just one. So I'm sorry. Oh, okay. So I say. 有可能就我要在一天里面赚快快，卖电话有点快点，你们早买。怎么说？我上次他已经开始有没有要买？一朵一位啊，得全用。哇哇！拍个照片吧，兄弟，六帮你买了这么多，还不拍个照片？包包。另外变啊，哇！结婚。天天跟着什么学生呢？拍个照片可以吗？对，帮你去帮我拍个。帮帮你们两个，跟他买花嘛，要不然。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。OK， 谢谢。那谢谢刚刚那个中国男生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有六块钱，我要去买纸盒笔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抽个挑战。哒哒，来来来来来，啊、我不加油加油！我们抽个安全牌好吗？好，好。真的吗？哦，是啊，哇塞，你这么幸运啊！哇，你们好羡慕，哇哇，耶，喂 ，OK OK， 好好。现在我们要去 Mr. DIY 买一些东西，用六块钱去买一些很便宜的材料，哎，能做成一个材料包，高价卖出去。我已经在 Mr. DIY 买了4.7块的材料，我就打算这个可以做一些小绳子，然后连在这里上面，就一条卖3.9块。如果我卖完的话，我就有20块，少过20块一点。Let's do it。这些珠子还有塑料圈，我有这一条绳子，我突然间发现我没有剪刀啊！我牙齿很痛，可是很毫无目的啊！你没有做过任何 research， 你也没有做过任何的地点 research， 我 get 不到，我没有试过这样子做东西哦。你不懂你要去哪里，你也不懂你要卖什么，看着你知道你要卖什么了，可是你又不完全知道你要卖什么。可是你就不知道你赚多少钱啊，你要怎样知道你卖什么嘞？你要赚多少钱够，你才可以再想方案，再想方案嘛。你真的 no， OK， 这样你讲一下，你至少要先知道你自己要去哪里吧。你都讲了吗？去有钱人的地方吗？ OK， 那我们就来社会。有钱人哪一个？社会啦，社会整个区都是有钱的。然后下面呢？不是讲去巴沙马拉咩？可是这是我们临时讨论出来的。你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你自己要卖什么，也不知道你今天要去哪里卖，你也没有预计过你今天卖多少多，就 I mean like 你 at least 都要有一个估计的，你其实有信心可以卖多少。我们去巴沙马拉，我就觉得他们应该会想要绑头发，因为他们很热啊。这样如果你没有 rubber band 的话，这样我就卖 rubber band 哦。可以做。And this is not feasible 啦，放在那里我已经讲过多少？ Okay.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不然没有人帮我拍，我要怎样？我是有三只手吗？哎，就是刚刚好，关天，无语耶，真的。事情最重要，等下给妈妈看。这个才是问题。这台 menu 过来给你看，我把 key 留在这里。不浪费一秒钟，刷刷教程，继续当织女。走吧，下次吃饭。辛苦了，我的 cameraman。我僵尸，不好吃吗？好怪的僵尸哦！我做完了第一条 DIY， 这个有延展性的，没在后面那个啊。刚好我买到的是有了，对啊。OK 了，我看有内核啊。谢谢我的 cameraman 帮我做，大爱你哦。哎呦，那很难，你没有亲自做过，你不知道，那很难。猪，你不要坐下去！哦，天哪！站起来先，等一下先，可以吗？没有用啊，那个东西。要疯！好的。这什么狼狈的一天？啊，辛苦工作的一天哟。今天的妆看看，还是要漂亮。今天我们3点来做吧。今天不是 cameraman 的问题哦，是这个人的问题哦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昨天4点才睡。你不叫迟睡，我要看星期日要发的影片啊，想一点东西，然后我昨天也是想说你回到家为什么还不休息，在等啥嘞？
做的东西呀、啊，所以今天有点小累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先去买一个 McDonald， 我在车上一边吃，然后一边驾车去 Pavilion。计划就是在 Pavilion 卖 ，and then 卖完过后，我们再做一点圣诞节的。好，旁边的应该会有人买啦。我们有五条，对。Hello， 我有一个非常疼我的姐姐，所以她现在在驾车，她要让我吃东西，然后我们再去卖。耶、yeah! ！哎呦，有啊！你没有看过他排长龙吗？你这哦是新品的时候啊？不是深夜。嗨宝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富人海。你在这中间来了。我们找那个外夹。像人海中有你有我，相依相识相互琢磨。人像人海中是你是我，装作真白面带笑。再做一个挑战，然后我要在店里面刷到100，不要惊吓我，这是三块钱的。哦，哎，你要今天开始？没有开始公平，哎呀，来一个。啊，真的是我今天第一个，哎，是我做的，对。Oh my god， 谢谢。谢谢美女，谢谢，谢谢，第一条，第一条。哇哦，好这么顺利的吗？那边，那三个女生。这个是3.9一条，取消了。直接快一点。OK， 没有关系。谢谢。做一个一天也要赚100块的挑战。我就是我自己做的，3.9一条，你要买吗？你要赚吗？100块的。要赚100块。是挑战。所以我要卖3.9一条这样。因为3.9一条给我3.9。真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美女，谢谢两位美女。谢谢两位大美女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对一个美好的一天，选对地方哦，还有两条，他们是情侣，情侣，欲言又止，这个人，再做一个挑战，这里的人有点行色匆匆哟，你看的。加油哦，不错啊，这还有个加油。来，我要摆的再好看一点是吗？是很难关系吗？不是啊，还好啊。想找我点黑脸的嘞。天杀了！这条就是。好啊，不熟的哦，烤翅膀哦，嘿嘿嘿嘿，烤翅膀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哎，怎么了？谢谢两位美女，拜拜。我们现在赚了28，然后我们现在去 Mr. DIY， 哈哈，这个是我们的材料，还有这个，然后就把它们串起来，做一些圣诞的手链。所以我们现在来抽吧，可能，哦，对呀、啊，看你那么安逸，不行。哦，带装饰啊！带装饰啊！带装饰好不错啊！你的装饰还过好过罚款耶！哦、yeah, ，by the way， 我们这里只用了9.3，所以我们还剩下11块，11.5，再可以卖到9条，我就可以抽100块了，我就不用接受惩罚了。耶、yeah ！本织女一刻都不停歇。我要做一个小手链。来吧，展示。哎，你不是来先拍我吗？我威胁，生活不易，为你放弃。你也是为你、啊。我太不易了。我觉得晚上卖会比较好哎，因为晚上猛哎，就是那个卖会比较好，你懂吗？我懂。
天黑了看不清美丑。就是你会买吗？我会啊，我会买这个，就是我弄的那个。看完就不用发了，是吧？十条就没有了啊。OK， 走，开麦。头抬头。周一霞，他的特色。生无可恋，这样有点精神，打起精神。OK， 开始。已经很累啊。牛强，你 Where are you going？ 我再做一个挑战，需要。很臭妹，啊，更有关系，谢谢。Yeah, you make a challenge now, like video earn. No, thank you. 那就这样就放弃了吗？我还要长这个样子去卖呀、啊。因为华人比较多的地方，还要卖十条。加油加油！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还是要继续啊？对啊，不然嘞。好。You wanna support a lot of options. Terry. Yeah, yeah. Thank you. Thank you. Have a nice day. 我再做一份挑战。然后。啊，没有这边，谢谢。OK， 还没有时间。做挑战。我不是很敢拍，我觉得好像好像很忌讳一样。然后我们打算去别的地方卖东西。十点半。你这个人。加油。你好，惨。阿富有这种 open area 有。有啊。Hello everybody。看我们出门的时候有机有朝气，现在就有气。累。跟昨天一样嘞，累到。现在我们就要去拉拉坡。努力了，真的。然后我们只赚了20块哦，可是我们做好10条，其实就是可以卖10块一条。可是现在我们觉得就降价变8块一条，条都卖不出去，这样我们就送出去给别人。赚钱不易，为你叹气。下一个啦，10点了。拉拉坡10点关门。然后我去这么浪费车油。9:56，没有关系，我去看一眼。又没有人了，而且已经关门了，对吧？10:08了，居然笑别人，也不想被跟别人笑。哇哦，押韵！逛了一整天都累了啦，还要跟你买东西咩？总结是：选择比努力重要。选择一个好的地方买。我们今天只赚了20块，30啦。哦，30，哎，其实，哎，我们有30%。我们不是努力哦，30%，我们是努力哦。100%得到30块而已，130%啊！我真的觉得送给别人有用。大概是你，我已经给了出去，然后我的 cameraman 太烂了，就没有拍到。把剩下8条链都送给 McDonald's。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圣诞节。等下哦，去找一下了呀。他怎样找？在我脑袋里面找啊。钱难一点还是这个难一点？啊，赚钱难一点还是这个难一点？赚钱难。来，我不要看我一句哦。经过这个24小时从零赚到100的挑战，虽然很多挫折，很多人拒绝我，也发生了一些意外，可是我还是不会放弃，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都支持我。虽然没有赚到100块，可是我真的学习了很多东西。无论如何，我会永远坚持我喜欢的东西，永远乐观，永远向上，永远开心。